中央地方，啊，搁有咱哦，即乡长的拍拼，会当甲咱的即个纵横沙丘呢，会当呢，虽然是树啊足多，但是呢，一定爱吼有艺术的成分存在，才有法度甲咱的观光带动。啊，所以呢，感谢咱的观光局和周局长，啊，阮遮爱甲特别甲阮考虑者，甲泡泡者来。叶秀爱跟叶秀拍片哈，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美秀哈，哦，陈处长，她虽然是女性，但是女性之光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哈，哎，当工哦，一工咱的处长啊，当工甲咱的这地方哦，很接地气啊，所以呢，当工甲这个咱的这个沙丘呢啊，办甲这么好，而且呢，也当呢顶一工咱有去嘉惠啊，所以呢，很多的网络呢非常的夯，所以今天呢真欢喜。冒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共同来行销宜兰县的观光。宜兰县呢，需要拼经济、拼交通、拼建设，啊，拼着咱的社会福利。尤其是观光，会当带动着地方的进步繁荣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观光中吼，啊，会当讲跟咱县政府拢共款。那希望呢，地方会当呢，大家来支持，啊，团结合作，啊，才有法度咱的纵围乡。纵围乡呢，会当讲是一个农村所在，所以呢，农业虽然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即卖呢，主要呢带动着观光，农业甲观光拢真重要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周局长啊，阮的纵围乡哦，需要欠真济经费，爱甲阮斗帮忙一下哈。啊，县管政府嘛是同款啊。我们呢，希望呢，当讲这个地震哈，会当呢，伫大家拍拼之下，会当呢，拿来拿好。而且呢，这有咱这艺术家哈，会当甲咱的这个十万只的咱的这个牙签呢，会当呢啊，造成了这么个轰动。啊，而且呢，这嘛是爱感谢咱地方吼，啊，咱的这个乡长呢，会当呢，这么有想法、看法，啊，跟咱的处长吼，啊，我们都一起努力，啊，所以今天呢，会当讲，安尼的人这么多。